什么？不，我不学了。我好。现在大家眼前的是西乐时期的人人村和高坑村，大众时的太阳悬浮于天空之上，照耀大地。这幅是战国时期的羿射九日图，这是汉代的新河浦日图，这是南梁汉画像金乌复日图，而这幅是汉代的西老五夜月图。所绘内容为西老五一人单身夜，只有这样一张图。搞错了，搞错了！这儿的神话可不是这样看的。不要急，我这就让你们看看神话世界真正的神力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万物神通皆有灵。Yeah.
奇不神奇，过瘾不过瘾。但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，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最最最最最最最神奇的一幅画，这就是流芳千古的青绿山水画《千里江山图》。它可是神中之神，画中之画，神话中的 number one。 还等什么？快走吧！到了到了，就是这里了，大家别着急啊。千里江山图，青山层层，绿水悠悠，桃花自然美不胜收，人间美景应有尽有啊。这里有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，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。来吧来吧，跟我神话大师一起去这画里耍一遭千里江山图。大家赶快跟我进去一起逛逛吧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万物神风皆有灵。哇，还是在画里的世界舒服。世界真的好安逸哟、哦！大家看够了没有？该回去喽！最神奇的一幅画，这就是流芳千古的青绿山水画。千里江山图，很高兴与大家共同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，请在这里。